到底什么时候加强龙队啊？这游戏，你觉得神魔女教大妹妹最大是哪个？什么叫神魔女教？神魔懒，神魔女教。能不能先学好中文再讲？很少看到红哥爆气，看来能让红哥爆气的只有龙的爸爸。哎、欸，他的爸爸穿过我的爸爸，龙的爸爸。等你不回答怪问题，什么东西？还可以开耶，写喽。一打 CD 死，我带错一打了吗？其实红哥很常抱歉游戏 low end， 对，奇怪的游戏都会抱歉。他原本 CD 死吗？他不是 CD 5吗？要王带错只哎，找到问题了，原来是你。如果加倍保底前全抽到了，要继续抽还是停下？全抽到了，保底加倍权，继续抽啊！这是洛克人一炮到两可以复制人呢、啊，除非你是前八抽就抽齐了，那我觉得你可以就不用抽，前八抽抽齐也太扯了吧！如果你超过大概20抽以上还没有保底的话，那你就可以，那你就可以哎。欸20抽以上还没有抽到保底，那你可以就考虑不用抽，但如果你快要保底那就保吧，反正一趴大奖是可以复制人的。不会转职问，如果你有875颗石头也能抽5张，什么意思哦，全部都保底吗？我还在理解，人怎么坏啊？诅咒别人保底是怎样？原来红哥爆气，观看人数就会变多。那我来爆气一下好了，现在继续爆气。还有什么最近比较值得爆气的地方？啊，有没有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值得爆气的事情呢？我想吃香蕉来嘴黑杰洛，黑杰洛没什么好嘴的。他的哎，打两亿嘞，真巧，好猛！不要爆气会长皱纹，真吓人！爆气会长会爆气会长皱纹，这我第一次听到哎。期末考考60分值得抱气，这什么抱气？你看他怎么像是那样啊，很恐怖、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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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生气会长皱纹啊，下面长皱纹。你们是在开车吗？我搞不懂哎、欸。下面长皱纹，生小。你们是不是这个学期没及格啦、啊？60分很难吗？你们是什么高中还国中？你们到底考什么60分啊？什么东西那么难考？现在60很难，真假的？为什么？我让你爆气，阿红好小，什么好小？讲清楚啊，来。80分很难吗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、啊，什么分数？以前国文都不及格。啊，了解。我以前国文都顶标呢。
除了工会任务，还有哪边可以拿到钥匙？加入神魔会。